道教经典记载，太阴化生，水为之精，气为上应，孤爪合形，周形六合，威力万能。相传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分别有四台神兽镇守。天母的外形像蛇又像龟，不但有坚固的栏杆，也有将帅官的威风，是北方的守护神。北方的五行属水，代表乌色，因此天母是水神，也是海神，有黑地之称。传闻先天上帝其实是天母神君的化身，是经过历代皇帝的塑封，才出现真武大帝、北极大帝、玉虚思想。天母神以及先天上帝的称呼，先天上帝是北极四神之一的游神真君，是统治北方、灵威强盛甲受人敬仰的道教神仙。先天上帝是金缺化身，以圣容威猛，披发赤足，手握七星剑，脚踏孤爪，率领神将在民间降妖伏魔，除恶扬善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，先天上帝的故事。顶一集，咱讲到林大山的爸爸水家，因为跋筊欠钱的关系，变成残废啊。后来，伊就讲家己是上帝讲的吉星，四处替人收惊、解运、看风水。但是水家一点啊神通，都拢全无，伊甚至也唔捌伊。伊利用上帝讲的名义，成为一个真有名的大师，而且在真短时间内，水家就得到伊连做梦拢想袂到的名声甲财富。后来水家愈来愈贪心，开始欺骗女信徒的美色，就连未成年的少女伊嘛骗，最后意外死伫个门床顶。林大山。好的代志，唔学只学歹的。伊自细汉就对伫因爸爸身躯边学向真济家规家怪的手段。林大山也伫咧读国小的时阵，就知影吓惊同学甲老师。大汉了后，伊也利用连锁经营新段的方式，四处去骗财骗色。刷落来。就要继续来讲甲先天上帝有关的传奇故事。当时全台湾拢有林大山的信徒，有一个住伫南投姓李的董事长夫人，就是因为透过朋友的介绍，熟悉林大山。后来林大山也替李夫人引导。解决真多风水上甲生理上的问题，所以李夫人真信任林大山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李夫人才会被林大山骗财骗色，就连伊的查某囝也被林大山侮辱了。后来，李夫人的查某囝因为受不了林大山的威胁，才又轻生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李夫人才清醒过来，发觉家己被林大山欺骗了。李夫人本来想要透过关系去甲传林大山的恶行，无想到林大山的人脉实在是太快了，因家根本就斗袂过林大山，只好家己点点承受这的委屈。另外，伫森林。一个姓陈的农夫，也就是因为太相信林大山讲的话，才会将家己欠到现在几落千万的财产，拢白白送予林大山。
最后也参死伫家己厝内的孤井边。虽然这样的代志不止一两件，但是对林大山的名气根本就无任何影响。愿意追随伊的信徒也是真多，甚至也有人请林大山出来选议员，为民服务。一开始林大山也假做无兴趣的模样，等到大家一直请伊出来，伊才点头同意参选。结果伊差100票就当选了。这乎真济知影林大山真面目的人拢惊一跳。虽然最后林大山落选了，但是伊为了要表示家己的气度，决定要免费办一场感谢发挥，替所有支持伊的民众加持。为了要制造出声势浩大的模样，林大山也特别请人搭了一座华丽的花坛。在花坛上，林大山穿了一件用金线绣的黄色道袍。花坛顶面摆的是先天上帝甲三太子的金身。林大山装模作样的一面念咒语，一面挥动七千剑。结果仪式才进行到一半，三太子的身上后面突然裂开，接着过了百只的虎头棒为神像来飞出来，现场乱七八糟，大家拢在捣乱。讲也奇怪，迄群虎头棒啥人都唔定，只定林大山一个人而已。而且迄群虎头棒就亲像是甲伊有仇共一款，只定林大山的头壳。无偌久，林大山喊救命的声音就愈来愈弱啊，然后就倒伫涂骹中毒死亡啊。虽然过程中嘛有人想要去救伊，但是因为过了百只的虎头蜂实在是太惊人啊，所以大家只好目睭金金看林大山去予虎头蜂甲定死。警察伫咧调查的时阵，新团的工作人员拢讲，因将来若无伫个身上就会看到一只蜂，因为实在是找袂到证据。这个案件只好以意外来结案。有人就讲啊，林大山歹事做尽，这是三太子甲上帝讲要予伊的惩罚。有人捌讲过，为人处事。立人之先则是真先，立己之先就是假先。林大山的身形建立伫个无数的白贼的顶端，哪有可能会当得到生命久长的保庇呢？真正是害人又搁害己啊！十几年前，王志明甲朋友骑车抢过路人的皮包，被人抓起关。因为伫监狱内的时间真无聊，王志明只好看册来度日。也是伫这个时候，伊才接触到道教，对先天上帝的信仰相当有兴趣。但是因为王志明什么都唔捌，就跟着册顶面写。家己在感觉内明白，希望先天上帝会当保佑伊早日出狱。数日后，王志明就收到通知，讲伊的假释申请已经通过啊。王志明将这件事拢当作是拜先天上帝得到的好处，所以伊每日就更加虔诚的参拜。离开感觉以后，找头路也是一个问题，所以王志明就甲先天上帝祈求，希望地爷公保佑伊一出家就会当找到赚钱的机会。爷公若是地爷公愿意帮忙的话，伊未来一定会替先天上帝起一个气派的神坛。后来王志明出家无偌久，伊个表小弟就敲电话联络伊，讲伊名下有一间饮料店欠店长，
问伊敢有兴趣要去食。王志明本来也咧担心，伊有暗地要怎样找头路，结果伊拢也未去找，空开就家己找上门。王志明真欢喜，马上就答应伊的表小弟了。王志明就在心内想，这一定也是先天上帝咧帮助伊，等伊赚大钱，绝对会替先天上帝做一尊庄严的金身。王志明伫伊表小弟的饮料店做安分的上班，一年外的时间，店内面的生意也愈来愈稳定啊。王志明的表小弟看伊是真心有要悔改，就讲伊愿意用十万块的价格，将这个店面顶让予王志明。王志明真感激伊的表小弟愿意予伊这个机会，就赶紧去银行领钱。家己做头家以后，王志明就开始做真济的行销广告。伊甚至也请足济外模好看的店员来摇饮料，这样做个人替伊吸引了足济人客，予伊赚足济钱。半年后，伊就已经有钱去买跑车了。先天上帝是台湾民间重要的宗教信仰，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回来扶持，和风神榜神之团队这个节目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有钱了后，王志明的生活水准也提升了。他开名车、吃餐厅、也大别庄，他将这一切都归功在先天上帝的身上，所以特别请人替他设计一间私人的供坛。他也亲自替这间供坛号名叫做地爷坛，内面的装潢和材料，包括神像和神道，都是用上最好的材料做的。说起来也很离奇，自从王志明的地下段起好了后，内面供奉的先天上帝就请他的显灵指示他明白，而且去签10次，王志明有7次都会得奖，他实际也得过2次头奖，所以王志明的钱才会越来越多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王志明觉得家己甲先天上帝之间的感应愈来愈深，不但伊心中所求的代志拢会当顺利完成，而且先天上帝也会时常托梦予伊，甲伊讲话。先天上帝伫梦中叫王志明爱加请几尊神像转来拜，安尼伊的地下段才会愈来愈兴旺。因此，王志明就开真济钱，请雕刻师傅替伊的神坛打造神像。不止这样，王志明也伫神像开工仪式迄日，特别举办一场热闹的祭典，邀请厝边头尾拢来参加。开工仪式迄日，王志明忽然间就讲，先天上帝要降驾在伊的身上啊！然后，伊就一手拿7星剑，一手提乌灵旗，嘴内面也一直念着咒语。等先天上帝落机以后，王志明就用真歹的口气，叫围观的民众唔通太接近伊，以免被伊身上的神器伤着。民众听到以后，拢赶紧闪开，留出中央一条路。王志明脚踏7000步，一路为神坛内面行到外面，结果行到一半，有一个差不多20多岁、真年轻的查某囡仔，就行到王志明的面前。这个查某囡仔一开嘴，就讲伊是九天玄女下凡，
要来教训王志明这个歹人。就在大家也一头雾水的时候，那个自称是九天玄女降大的查某囡仔，竟然出手扇了王志明两个嘴皮，而且也用脚攻击王志明的下半身。哥安那讲，王志明也是肉体凡胎，伊痛甲倒伫涂骹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用手举着伊，大声讲：“你这毋是真正的先天上帝，你是被邪魔附身的，不止一样。你这个假鸡蛋也利用这种方式，四处骗财骗色。今仔日我九天玄女就要替天行道，将你这个假地爷公的鸡身阉掉，看你以后。”也会怎样假鬼假怪危害乡里？王志明哪有可能承认家己是假的鸡蛋？而且伊也无觉得伊拜的先天上帝是假。王志明对伊供奉的先天上帝真有信心，相信伊一定会保佑家己的。所以面对九天玄女，伊一点啊也拢无咧惊。这场九天玄女大战，先天上帝好戏，予现场的人拢看甲真激动，甚至也有围观的民众赶紧去叫人做伙来看闹热。自称是去予先天上帝附身的王志明，首先用七千剑发动攻击，然后自称是予九天玄女附身的查囡仔。就用亲像是咧跳舞的动作，闪过攻击，就安尼，你一招我一招，互现场的民众看甲目睭拢唔敢眯一下，甚至也有人看甲伤过激动，一直伫遐客来客去，大声喊加油。庙方的人员看现场，拢特别失去控制啊，就赶紧敲电话叫警察。没想到就连警察都无法度将因两个人扭开，因为警察的阻挡，让迄个查某囡仔一时分心。王志明看准时机，要用七尺剑去堵迄个查某囡仔的胸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来抗衰警察组长就提起伊的枪，为天空的方向连开三枪。大声叫现场的人保持安静，配合办案。大家拢安静，唔敢讲话。现场的状况总算是得到控制了。王志明甲迄个查某囡仔听到枪声的时候，错了一个，然后因就听从警察组长的指示，跪落来，手摸弹头。后来警察就讲活动已经结束了，爱大家卖阁淡伫即搭看闹热，若无就要以妨害公务的罪名，将因带返去派出所啊！好佳哉，无发生虾米代志。所以王志明甲查某囡仔做完笔录以后，就会当离开派出所啊。王志明唔敢互厝内的长辈知影，只好敲电话互伊的表小弟，叫因表小弟来接伊。回去的路上，王志明的表小弟一直劝伊好好开饮料店过日子就好，唔通阁开什么新店，规日拢阴阳怪气的。王志明赶紧叫伊表小弟点点，然后就用双手合掌，请先天上帝原谅伊表小弟的不敬，唔通甲伊的表小弟计较。伊个表小弟相当担心王志明的状况，就讲要送伊入去。结果伊一走入新单，伊个表小弟就看到旁边两排神像。虽然每一尊神像拢是神明的外表，但是伊个表小弟就是感觉袂爽快，好亲像有人一直盯着伊看同款。因表小弟啊离开王志明的地下段了后，马上就开车去找伊的朋友。因为伊的朋友阿王啊，目前伫个禅寺内面做济公活佛的机身，讲起来嘛真神奇。
王志明因表小弟啊，实在阿王啊，已经二十多年啊，伊嘛知影阿王啊酒量真歹，平常时啊，就连食烧酒鸡都拢会醉。但是只要这讲话佛一落机降价，阿王啊就会变成千杯不醉的体质。上届厉害的一届记录是阿王啊，伫个这讲降价了后，连续啉七罐的高粱酒。而且一点啊醉意都拢总无，到底济公要如何判断王志明供奉的上帝公是真的也是假的呢？今仔个故事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，先天上帝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玄天上帝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林大山四处骗财骗色，还造成别人家破人亡，就因为他有权有势有人脉，所以他的名声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，甚至还能出来参选应援。某天林大山举办一场感恩法会，结果三太子的金身突然裂开，里面飞出了好多的虎头蜂，最后林大山活活的被虎头蜂蛰死了，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王志明因为抢劫入狱服刑，在监狱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玄天上帝的信仰文化，他照着书上说的自己在监狱里拜玄天上帝，求神明保佑他早日出狱，保佑他能顺利找到工作。很快的，他的假释申请通过，而且他一出狱就接到了表弟的电话，说要请他去当饮料店的店长。也因为这样，王志明对玄天上帝的崇拜越来越深。后来王志明接手那间饮料店，他认为自己在玄天上帝的保佑下赚了很多的钱，不但可以开名车吃高级餐厅，还能住别墅。为了感谢玄天上帝对他的照顾，王志明用最好的材料替玄天上帝打造了一间地爷坛。某天在一场活动进行的过程中，王志明突然说玄天上帝要降价在他身上，接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说她是九天仙女下凡，要来教训王志明这个假鸡童，还说附在他身上的也不是真的玄天上帝。年轻女子对着王志明又打又踹，直到警察开枪喝阻，才结束了这场闹剧。王志明的表弟觉得他有问题，于是就请自己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担任济公机身的阿旺去查看王志明的状况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玄天上帝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凡夫开天有张画，菩萨心佛拢显化，玉皇大帝在天顶。众生现化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承本上典神威，众生典神威，安民观公上界公义气，一顺革命时代道公，在新野叫做着公心如你感觉荒废，为民发风是上帝公，八仙过海电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造神爷伊上爱吃甜，二是三神爱拜伊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唐三十八
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，伊上界怕二路骨都大大，欢欢喜喜什么拢唔惊。先风爷上路叠算盘，做好做歹伊上知影。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袂定当。守护伊人平安免烦恼，因祖地富有险路往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间海海做人爱实在，方可唔通侥幸来做歹。卡踏实地求众亲人保庇，互你无烦无恼。